嗨，我们到了。这个季节、哦、除了采蝶功夫之外、哦、平哥、哦、还会捡一些瓜柳回去炒一番瓜柳，很下酒、哦。以前被人家放过白瓜柳在里面，他们交配过，所以、哦、颜色、哦、稍微变白一点点，也比较好吃。走，平哥带你们上去。哎，这个不是蝶功夫哦，这个不能吃哦。哎。平哥才破一颗，来来来，你看这里，看看，平哥先把它剪上来看看，你看看的肉哦，稍微一点白白的，他们不想看你们，吸进去了。小时候哈，都还没有这种白瓜鸟，都纯黑色的。我们看看，有蚊子在咬平哥了。哎，来，这颗，你看。肉这白白的哈，哎，再进来，哎，你看看，他们都不想看在里面哦。我们赶快继续捡，哦，里面有蚊子。哇，这个都黑色的啦，平哥再拿一颗比较。一个白色的给你看，差这样，一黑一白，哦，白龙棍，来，明哥再剪，哦，你看看那里一堆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，哦，他们都抱在一起，这个就是在交配啦。哦，这是交配的器官，白白的。它的交配的器官哦，慢慢来就看得到了。在这里有一条白白的，哦，这个瓜牛肉很多哦，很大颗。哦，这个很大，哇！平哥把它踩下去，它都缩进去了。他们交配有一条白色的筋哦，这条白色的就是他们交配的筋。里面哦蚊子很多，赶快出来！哦，这里有一颗。哦，里面蚊子很多，要洗胃，受不了。我们捡外面的就好了。哦，你看看平哥，哦，捡的这样，我们呢，去路边捡一捡，反正路边更多。走，来，他还在游泳呢，嘿，捡起来。哦，白嫩嫩的。肥滋滋的，你看看他的脸，哎，这次要给你们看，嘿嘿，他也要露镜头，这就是瓜牛啦。哦，里面的比较大颗哈，哎，你们看，我又看到了，这个哦，不能乱吃哦。走，捡起来。哦，这两颗还在交配，它的器官就在这里。你看，白白的。好，
好了，我们捡了很多了呢。平哥，你看看，捡个半的篮子了呢。这样哦，够平哥吃了。回家哈、哦，还要养个三天，让他哈、哦、消化系统消化清洁。好，回去。你看路边的好大颗哦，肥滋滋的，放进去。我们呢、哦、就这样养了三天，嘿嘿，他们这三天哦，拉了好多大便 哦，他们的肠子哦都很干净的。哎，要帮他洗澡，因为那壳哦，所有淋巴。我们都洗好了。接下来、哦、我们要用热水滚过三次，那每滚过一次、哦、都要换一次水啊、哦。哎，来，这个煮到后面、哦、它的水、哦、会有一点绿色的，那是正常的哦，所以要换水。哎，你看看哦，在滚的时候开小火哦，不然会冒出来哦。嗯，好了哦。我们在换水的时候哈，再给它洗一下。第二次哈的步骤哈也都一样哦。来，水滚了。我们在第二次在滚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起泡泡了哈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肉取出来。一块就好了，这个剪下去的声音好脆哦。加盐，嗯，挪一挪，你看看，切对半，很漂亮哦。这就是老一辈说的卤肉吧，嘿，很漂亮哦。那接下来哦，比较简单的料理部分哦，交给妈妈平哥哦来去准备，等一下摄影哦所需要的材料，嗯。
哎，你看都好了哦，这个哦很搞干，可是哦也很好吃。我们呢来吃这个配这个，先来一口。塔香瓜牛肉，加点九层塔。最新研发的口味哦，好像吃鲍鱼，我硬硬的，好像什么呢？鲍鱼片哦，用炸的，哇，还有柠檬哎，吃完这个出这个，以后没有啤酒喝了，你们知道？瓜牛肉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啊，它只有零胆固醇哦，而且哦，下锅以后啊，在路边捡就一大堆了，哇！哦，看看这一盘哦，妈妈熏银花了，快被平哥吃光了，尤其里面洋葱的味道。外面哦，很多快炒店哦，菜落来吧，就是这个。平哥哦，明天哦还要去捡，还要准备哦下个礼拜我要吃的，因为哦还要养三天呢。拜拜，再见。好吃真的一次次，我加袂停了。妈妈，快点被我吃光了。